民进党，你看他猛攻他的妻子，侯友宜今天早上出席记者会，他哽咽批评民进党是软土神爵。在今天辩论最忙的时刻，我们还是来开了这场记者会，因为我的心情是非常的沉痛，非常的难过的。我参选，民进党不断的恶意抹黑来搞攻击，那也就算了嘛，算计完了嘛。但是，我一直讲，再三解释，但是呢，民进党却一而再、再而三攻击我的妻女，扔头轻棍，被捕，被甲你乌耶，是可忍，是不可忍。今日我不是总统候选人的身份，以外，我上重要，我是人的翁，阮囝的爸。开这场记者会，我的母仔向财产的侮辱，不是的，这个代志足恶一个，啊，逐天甲你念，逐天甲你骂，我今天咧，我若无站出来讲，我永远对不起我的太太，对不起我的女儿。